我是，请问您是谁呀、啊？我是您爸了，大梅啊，这20多年我都没见过你了，我想见见你。不是你打错了吧？我真的是你爸，你要不咱找个地方见一面吧？见面你就知道了。那行吧，你给我说个位置。我过去找你。好，再找个饭店见面吧。好。好。啊。大梅，还不过来？你就是大梅吧？坐。这20多年不见了，这长成大姑娘了。大梅啊，现在工作挺好吧？我挺好的。那个，你找我有事吗？大梅，你看，自从你妈走了以后，你一直跟着你姨妈，我也没对你操多少心。我想以后我补偿你。我想让你回家住，行不行？我不回去，我现在生活挺好的。那就好。大梅，你看，爸这也年纪大了，也就一个人。以后我想跟你经常见面，行不行啊？还有啊，我听说你现在挺能挣钱的，中奖中了800万，真的假的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也是听说的。大梅啊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看爸现在手头也紧张，是不是？你能给我一点，给200万行吗？你想什么呢？原来你找我是为了钱，我告诉你，做梦吧！大梅，我可是你爸。谁呀？来了！你还没死啊？说谁呢？你干什么呀？谁让你进来？谁允许的？你听我说，他里说什么呀？说，给你慢慢解释。我看你能换出什么花来。你还有脸啊？你还有脸回来呀？我这不是来看看你们吗？你还有脸说来看看我们？这么多年了，你来过一次吗？你别生气，这不过来了吗？再说啊，我知道你对大梅好，我放心。我对她好，是为了我死去的姐姐，完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我谢谢你这些年对她的照顾。再说，我听说大梅现在挺能挣钱的。他能挣钱给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看你这样说就不对了。我是他爸，他的生命是我给的。切，现在你知道你是他爸了啊？那20年前你干什么去了？你抛家弃子，难道你都忘了当年你是怎么做的吗？闭上丝儿，你赶紧出开！二，小鬼，小鬼，你会不会玩啊？咱们俩一伙的呀！这是个
猪队，我忘记了。去，别说。干嘛呀？喂，小白，你回来吧。回来什么回来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这输钱呢，有事赶紧说，没事赶紧挂了。我有点不舒服。不舒服怎么了呀？不舒服你自己休息会儿不就好了吗？这点小事还打扰我，赶紧挂了吧啊！别耽误我一个钱。什么玩意儿？赶紧说，你回去吧，小白。既然你老婆都生病了，回去什么回去？我输那么多钱，我得赢过来呀！你别磨叽了，赶紧出牌。啊，那好吧。宝宝。起来，孩子哭了，跟你说话了，听不见啊？啊，谁这么凶啊？孩子哭成这样了，还不行啊？哎，哎，这，你说说你啊，你说说你坐这还要人事吗？那当时吧，我也是太害怕了。你不别管怎么说，那大美总是我的女儿。你是大美的父亲，大美啊，有你这样的父亲感到悲哀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跟你说啊，你不管你怎么说，我是他父亲，他挣钱了就应该有我的份儿。我听说他挣800万，至少得过200万吧。你这丑恶的嘴脸终于露出来了啊，你还想要大美的钱，我看你得了痴心妄想症吧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钱你不能独吞，应该有我的。你想多了，大美的钱呀、我不会要他一分的。我看你啊，也别老想着他的钱。你说的好听，你不要他一分，你不要他一分，为什么不让他给我？他凭什么给你啊？你做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了吗？你抚养他了吗？你教育他了吗？你把他抚养成人了吗？啊、哦！现在你知道大美有钱了，你过来想要他的钱，你还有脸呀你？不管你怎么说，我是他父亲，我必须要钱，不给我钱我就不走了。怎么，还想耍无赖呀？还想赖在我家不走啊？哈，你是不是欠揍啊？我让你无赖，我